Hello， 你哋好啊，我系聪明老虎仔啊，欢迎大家嚟到 My Smart Pet Smart Pants 奖品换领礼物频道2012至2013，好开心喺度见到大家，睇下今个星期有咩奖品俾你哋换领先啦，有请礼物小姐。Hello， 各位同学，你哋好啊，又嚟到星期五见我礼物小姐嘅时候咯。今个星期咧，礼物小姐又为大家带嚟唔同嘅奖品俾你哋喺尊贵聪明会换领奖品频道里面换领啦。不如唔好等啊，即刻去片啦。第一份奖品系 Nikki 大嘴鸟公仔，同学需要用8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名额有两名。过去咧，礼物小姐都为大家带嚟 Nikki 唔同嘅产品噶、哦。之前可能有一啲文件架啊，或者咧系一啲公仔造型嘅一啲八达通套。今次咧就为大家带嚟一只真真正正嘅公仔啦，而且咧佢系一只大嘴鸟嚟嘅。佢嘅颜色以绿色为主，有个黄色嘅大大嘅嘴巴，佢嘅大细适中，大约有10cm 高啦。如果你中意呢只大嘴鸟公仔嘅话，咁就唔好等啦，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啦。第二份奖品是 Yahoo 层层叠，同学需要用45000个 Smart Point 来换领，名额有四名。这个 Yahoo 层层叠之前都跟各位同学见过面的了，很多同学呢都反映给我知，说这个 Yahoo 层层叠非常之精美，而且呢它的大小呢是适中，可以给他们呢放在家里不会很压顶之外，也都可以呢将它带出街跟朋友仔或者去旅行的时候玩的。今次我就再一次为大家带来四名的 Yahoo 层层叠的名额。如果你都想换领嚟同你哋屋企人同埋朋友一齐玩下嘅话，咁就唔好再错失良机啦，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啦！这个咧系非卖品嚟噶，出边咧一定冇得卖噶，快啲嚟换啦！好啦，今个星期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